有了宝宝之后，更意识到除菌的重要。所以我一直用滴露，它能杀灭99.999%的细菌，有效为宝宝的玩具和家居消毒，甚至清理伤口同样安全可靠。现在还有抑菌洗手液等一系列产品，全面保护家人健康，除菌有效又安全，滴露安心100%。